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 Game Life Studio。今次翻到嚟玩嘅系转校生。转校生嘅话咧，咁啊，今次想教一教一啲嘅小技巧俾大家啦，系啦，都玩咗好几场嘅一个嘅小技巧。咁首先你就见到呢个画面啦，系啦。咁然之后咧，下面呢两个咧就系、是、一个饮料制作同食物制作嘅。我就几建议大家咧先做咗呢两个设施先，因为呢两个设施咧。是俾你咧一路生存落去用嘅，因为佢下面就有一啲嘅材料、一啲嘅食物啊、嘢飲啊整出嚟嘅，就加呢个滋润度同埋精神力嘅，或者系饱食度、饱食度呢三样嘅数值咧，就可以俾你去探索时候用嘅，系啊，探索时候会用到嘅呢三个嘅数值。咁所以咧，你就要整个先啦，因为佢任何一个嘅生理状态咧零嗰个时候咧就会死亡。咁死亡之后呢就会转身嘅，咁转身其实就唔係特别咩转身啦，只不过係换咗另一个人物就去继续你嘅游戏嘅啫，係啦，不过会寫 game over 嘅，咁佢就会留50个嘅材料俾你，咁其余食材食物全部消失嘅，咁呢一个就係问题啦，咁即係话咁我咪要不断轮回，如果整唔切即係生存唔到嘅话，係其实可以咁讲嘅，但係有一个好处嘅地方就係呢一隻嘅死亡咗之后呢设施是会保留的，是设施是会保留，不过就需要维修。咁啊，即系意味住咧，你就可以不断透过升自己嘅设施啦，咁啊嚟维持自己嘅日数嘅。咁就系啦，咁啊攞个例子啦，呢个饮料桶啦，呢个饮料桶系我之前整嘅，系啦，之前整。原本如果未整嘅话，应该系得纸杯嘅啫。咁啊之后整咗就会系饮料桶，就可以整呢一堆嘢啦。咁样咧就饮料桶啦，系啦，咁可以整一啲嘅食物啊嚟维持自己嘅生命嘅，咁啊嘢食都系一样啦。咁点样升呢？就系、是、透过呢啲材料，系啦，呢啲材料就唔会咁复杂嘅，因为我而家系升第二级啦。咁呢个玻璃柜面炉啊，系啦，咁啊需要呢一啲道具。咁你可能问喂呢啲咩道具都见都未见过喎，系啦，好问题。就可以喺右上角呢个嘅选项度揿入去啦，你就会见到你要嘅材料嘅图案咁揿入去。下面就会写点样获得呢啲原料嘅，系啦。咁呢啲蓝色嗰啲咧，就系、是、你需要扮演嘅物品啊。譬如你入到一个教室嘅一个嘅房啦，咁你就需要扮演钢琴或者体重计嚟攞电子嘅，系啦。咁就透过呢啲方法咧嚟获得以下材料，跟住就可以去升级你嘅设施啦，系啦，升级你嘅设施啦，咪一路升上去嘅。咁啊，如此类推，所有嘢都系啦，呢啲水分啊、蔬菜都系可以喺呢度睇到嘅。系啦，野菜啦，同埋净水嘅，冇错。咁样咧，咁啊介绍呢啲小技巧啊，一啲嘅技巧都讲埋，讲完啦，咁啊先入去睇一睇啦，单人探索。咁啊教埋大家单人探索嘅一啲嘅技巧，系啊，教一教啲大家技巧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次就喺呢一个嘅体育馆，咁啊冇所谓嘅，好啦。咁啊，先揾个地方霸啲嘢先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哑铃就可以换电子啊嘛，好似我冇记错，唔知电子定齿轮。好，先执咗两个嘅眼镜先啦。通常一开始我就唔会点杀人，一开始杀人就好冇着数嘅，杀嚟冇意思啊。咁所以基本上都唔需要杀嘅。咁啊，慢慢等下都得啦。哇，系。OK。咁啊，头先嗰个圈咧就代表咧嗰只鬼已经知道大家嘅位置啊，当然系所在现在嘅当前嘅所在地啦。即系譬如你如果唔喐嘅话咧，咁只鬼系知道你喺边度嘅。咁所以咧见到圈嘅时候咧就要即刻喐啦。好，咁啊即刻杀咗人啦只鬼。咁啊通常就我就唔系好杀人嘅。好，即刻喐一喐个位，睇下先。只鬼喺咁远，咁我哋可以继续行啦。系啦，只鬼喺呢度嘅话，咁我哋梗系继续行啦，系咪？好，呢度有个哑铃，自己有啊。而家暂时都系自己有啦，因为佢未变身，变咗身就唔系自己有啦。呢度有哑铃，应该都几出奇。话时话喺个台上面，咁我落翻一层先啦。呢度唔系好似样，呢度都似似地嘅。OK， 咁我有两副眼镜咧，咁就可以睇下啦。间唔中，好，只鬼喺嗰边，咁啊药水出现啦。如果好彩嘅话就而家执啦，咁啊通常都唔杀人嘅，诶喺最底冇所谓。哇！只鬼上紧嚟，上紧嚟，上紧嚟，去翻呢度先。好，咁点样知道自己系第几名啊？仲有几多人生存咧？就系、是、咁右上角呢个三间嘢，
八至十啊，唔系八一还十啊，咁就系有八条友啦，有八条友仲生存紧。开埋镜先，我攞个热狗 ，OK。咁其实都喐得嘅啦，因为佢又开咗个圈圈，侦测咗人。咁就企喺度啦，我跟住佢先。好，匿埋，系啦。头先喺右上角，你见到个圈嘅来源嗰个嘅边度出现先咧？咁就佢代表你喺边，喺边个位嘅只鬼应该喺呢个位度啦。头先，一系呢个位，一系呢个位。哇哇，唔关事，冇事。哇，好在冇事就黐孖筋嘅，好在佢打上面嗰嚿，唔系打下面嗰只啫。哇，佢追紧，佢啱啊，追住佢就得噶啦，追住佢就啱啦。我而家几多金属啊？76都几多下喎。好啦，鱼牙咩血量耗尽，好，我妈等。诶、欸，还原药水出现咁，我即刻走啦，唔使谂。哇，咁快又嚟了。哇，好在有提死鬼。喂，做咩啊？射咗一下之后走、啊，只鬼系咪唔想杀人啊？有时有啲鬼咧唔杀人系好事嚟嘅，因为一开始咧。都讲过呢只 game 咧系主要系收集材料嚟升设施啦，咁所以如果你系咁杀人咧，咁啊令到对方就攞唔到材料，你自己都冇材料嘅。如果你第一个杀人嘅话，变张凳先呢度啦，奇奇怪怪，好冇事，定啲咧，咦呢、這个都有金属攞啊，唔错，105个金属啊，走即刻要移位呢度。呢、這个应该系人嚟嘅，唔知呢个定呢个系人？诶、欸，咁都估错咗，唔紧要啊。咦，咁我喺呢个位咪大镬？我食咗佢个位，我变相用咗佢个位喎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电子版应该仲有四个啊，五个。还原药水出现啦，咁我估计就系呢啲位啦，系啊，差唔多呢啲位啦。咁要即刻就位啊！如果唔就位，我就等死。好啦，睇下边先。而家个地区都几大，仲未封晒好多地方。好啦，哇，之后封呢边，大镬！嗱呢边先，有机会佢俾人追啊！上面咁样行上去，因为佢下面头先喺下面嘅时候咧，侦测到上面有嗰个圈圈啊。哎，听到声啦，喺隔篱佢。即刻走啦！正常菜呢？呢个位先，呢个位置。哎，好药水出现啊！呢、這个边个执到药水，边个最安全？我觉得而家 ，Oh my god！ 有人执咗药水啊！唔紧要，冇事嘅，佢唔会过嚟嘅，应该。哎，冇事。我指南针先，一阵间咧，而家仲有几多个？仲有五个，哇，大镬！好，咁啊，而家仲有五个人嘅话咧，诶，头先死咗一个，应该四个啊嘛，而家，啊顶啊，揿咗嘢添，第四名，好啦，咁而家就开指南针揾嘢开始散啦，差唔多，最好嘅杀人时间系第三、第四，哇，喺我隔篱，你真系唔好彩，咪走，篮球。哇！你两个做乜企埋一齐啊？系就追击啦要。咦、欸，唔见咗添。啊！哇，大镬！诶、欸，见到佢好在啫。我俾佢食咗血，唔紧要，慢慢嚟，定啲嚟。我见到佢。哇嘿！你下佢居然，诶出嚟啦！诶佢自己都死咗，开镜喺上边，唔好快过，我快过去。哇，好波啊！佢谂住仆我，头先见唔见到啊？佢喺个药水隔篱等啊佢。好，咁啊最后一卡啦。佢而家喺度挣扎紧啊，不断。好。咁啊，仲有十零秒咯。好，再落呢度，再上，见到啦，
呢度，咪走啊你！好搞掂，胜出啦咁就 ，OK， 非常之好彩咁赢咗啦，哇好多嘢攞到都。其实你可以睇得出咧，你自己采集嘅嘢咧，仲多过抢夺嘅。所以咧，其实做鬼咧，一开始杀人真系冇着数。就算我而家去到差唔多第二名杀人，都好似冇乜着数啦，得个九十二十一六，基本上都冇乜作用。系啦，咁啊非常之多嘢啦，非常之好。咁啊睇埋先，我而家要整啲咩啊？其实整翻个外观先，整嘢食啊嘛。系啦，咁啊呢个就搞掂啦。咁我哋玩多场绿色呢个咩嚟噶？钢琴体重计流星机钢琴得 ，OK。咁啊最好你要嘅材料就记一记啦，系咯，记一记系最好嘅。嗯，因为记一记咧就知道你要啲咩材料啊，系咯，整啲嘢。好，流星机钢琴。咁啊，净系整呢两个就。流星机钢琴啊，冇流星机喎，呢度居然冇。哎呀，有见到啦。咁啊，去右上角啦，呢度啦。好，药水出现呢啲唔关我事嘅，系啦，呢啲同呢啲与世无争嘅我咧，冇乜特别嘅。我喺隔篱咗条友。哎呀，顶，做乜变咗呢个噶？有时成日揿错掣咧，就搞到会咩？食咗个地球仪先。哎呀，流星机，好摆一个喺度。呢两个有啲流料啊，呢两个。你唔系咁有型啊，大佬。哇！啲嘢食咗掣喺度，唔系啊嘛？认真。我四个一排，会唔会太犀利啊？四个一排。狼色，我咁快死咗两件啊！系咁杀，疯狂杀人啊！咁其实如果一开始杀人嘅鬼咧，可以算系几新手嘅，即系算系一个新手嘅观念啦。我之前都一开始就杀过人嘅，但系就发现其实一开始杀人并冇着数啦。喺边啊？好似喺上面喎，有啲惊点呢度啊？咦，追紧佢咩？佢做乜走出去啊？未都冇追佢。你做咩呀？又戳你戳佢，因为太唔着数啦！一开始杀对方仲未执到嘢嘅时候，你杀人根本就冇咩意思，吓下佢。其实我觉得咧，做鬼嘅时候咧，执啲道具反而仲好，好过去杀人一开始。或者差不多完你个杀人时间的时候咧，就执东西吓，执道具，咁就最好嘅，我自己觉得。嗯，咁快冇晒啲电子啊？五十五个啫，咁快揾得两个，有冇钢琴喺度？我唔记得边个有咩喎。我而家要攞嘅系呢个电子嘛，哇，喺隔篱啊！金属，我唔系要金属啊！有啲大镬添，而家呢个位有啲尴尬，因为我而家要嘅材料唔需要。食咗支蓝针先，我喺隔篱啊！好，就咁啦。我唔记得呢个系攞啲咩添，塑胶唔要，鸡蛋血量耗尽。哦，冇啦，我个侦察都冇埋，哇，齿轮嚟喎呢个，哇，你咁样行好惊喎，你咁样行上嚟，流星机浴缸，浴缸应该系攞水啊，边度有钢琴啊？新药水出现啦，喂，边度攞到？右上角。咁啊，唔使问啦，佢企呢度啦，吓呢度一走啊，即刻走啦，可以原颜料。可惜呢度冇得睇，要揾咩啊？喺上面啊，第四名啦，差唔多我哋要开始着手揾药水啦。咁呢个位揾药水一定唔着数，所以我哋要行去中间。
啊，逐点逐点进击啦呢度。好，咁啊又有一个死咗。好啊，差唔多完啦，系啦，完啦。哇，俾佢知道添。系咪呢度啊？唔系呢度，咁死得啦应该。应该喺呢边买药水啊。呢度都就封，咁即系一定唔系呢，一定喺呢个位 cam 紧有人。系啦，咦隔篱，即系呢个位喎，应该呢一个 area， 但系嗰边都就封噶啦。好，呢度一二三四四个，咁啊都系抢个靓位啦，要即刻抢个靓位，因为得翻三个啫，而家两个就唔惊啦，咁喺隔篱条友。好，咁相信我估计应该喺呢啲位置度啦，嗰个药水。弹弹弹，啊喺呢度啦，好，揾到啦，已经见到有肉嘅虫蠢蠢欲动，走去边？搞掂佢，搞掂啊！咁啊，攞劲多电，劲多嘢啦都，哇，系27个，非常之多啊！好，咁啊又赢咗啦。其实基本上你等到最后先出嚟杀人都冇问题，因为基本上都系揾材料啦。哇，呢个受削嘅身躯，睇下先整得未啊？呢个差少少，好。咁啊，今次嚟咗呢度先啦，其实都唔错嘅呢个 game 系啦，唔错。就咁啊！希望各位咧就记得一开始嘅时候唔好杀人啦，咁啊慢慢嚟，系啦，慢慢嚟，等其他人杀咗先。一系你就等个游戏时间长少少先，因为就大家攞材料嘅啫，基本上都系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话想增加呢个刺激性都冇问题嘅，系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